好嘢，用一首咁轻快嘅匈牙利舞曲嚟打气咧，有助于以下湾仔区嘅参赛者杜志明，因为咧佢首歌几轻快嘅，可能引发起佢嗰啲舞兴咧，攞多啲台风分位。冇错啦，咁啊，杜志明咧就准备同大家唱出佢嘅参赛歌曲咧，就叫做《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》。有请杜志明。Chocolate cup or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. No first of spring, no song to sing. In fact, it's just another ordinary day. No April rain.多謝杜志明的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。 其實灣仔區在這個比賽有四個參賽者能夠入到總決賽，是一個紀錄來的。是啊，不過其實說起又說，說起灣仔區，它本身也擁有很多全港之最的紀錄，包括就是有全港最早建成的就是馬場跑馬地，全港最大的公園就是維多利亞公園，全港最先進的運動場就是灣仔運動場，還有就是層數最多的建築物咧就是合夥中心。哇！聽霞女咁數法，仲好過我哋去攣嗰本香港之最嘅紀錄大全。不過你仲漏咗兩個啊？冇咯噃，我諗落一個就係智叻嘅你啦，數到咁多灣仔之最。另外一個咧就係跟住呢個都係灣仔區嘅代表，佢都係以最佳狀態嚟到參賽嘅。佢咧就係李國強軍，佢嘅參賽歌《再遇》。我怎么不说话，你说你心已冷，我说我不想再孤单，但在这刻看见街角人渐散，人散去始终不再返。
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幻。你说你深爱过，我说我不想再附和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。曾错过怎可一再错，茫茫然仍是你，你令我将痴心轻率破。就即刻派出兩位代表連續出場，真係有啲先聲奪人嘅感覺啊！嚇，冇錯，係先聲奪人啊！不過佢哋表現又如何呢？我哋請教一下鄭國光先生啊！係啊，咁啊，鄭老師，咁你就唔好忙碌住，咁就想請教一下你，譬如對於我哋第三位參賽者杜志明啊，佢以一首英文歌同埋一首比較輕快啲嘅歌曲參賽嘅，唔知道你對佢有啲咩意見咁呢？我覺得佢能夠恰如其分咁演繹出嗰首情歌嗰種纏綿嘅感覺，係好難得的。啊！即係女仔睇到都會係墮入情網咁樣喎。唔係，至於李國強先生嗰個嘅再遇啊，呢首歌佢嘅再遇又如何呢？就佢今晚好似緊張咗少少，咁但係我覺得佢演繹別人嘅歌啦，但係都好有個人嘅風格。我哋好多謝鄭國光先生嘅。係啦，咁灣仔區咧仲有兩位代表未出場嘅，咁究竟灣仔區會唔會真係佔盡人多之利呢？我哋一齊拭目以待啊！歌唱大賽總決賽的現場，剛才已經有新界區和港島區的代表出過場比賽了。沒錯，所以輪到九龍區的代表出場了。以下有九龍油麻地區的代表，還有灣仔區的代表都會在這一節的時間出場了。是的，由於就是第一位的九龍區代表出場了，所以油麻地區就是派出了龐大的啦啦隊要跟他們打氣的。是的，他們的名字都很長，就是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兒童合唱團。而他們在培養音樂人才方面亦都係不遺餘力嘅。係啊，佢哋而家已經準備培養四位人才噶啦，程思俊、顏國良、屈寶燕、吳君如，你哋四個乖啊！嗱，聽啲哥哥姐姐話，大家唱好啲，好冇？咁睇佢哋點樣同以下嘅參賽者打氣先啦。
四處望，有馬戲區盡見光芒，燈飾輝煌，光照對望，又見灣仔更漂亮。願你望尋熱愛與歡聲震笑浪，永遠有見新希望。願這一天歡聚，雙方悉心鬥唱，歡一響四方太陽。唔該曬，難過梁情詩俊都係細聲啲啫，吳君如都唔知道有冇出聲，偷懶咗少少啊！成日話佢怕醜，見到啲大個人佢就驚嘅，唉，唔培養得噶啦呢啲。好啦，咁啊，油麻地區呢個代表有咁多朋友，大大小小咁同佢打氣，我諗佢應該收到曬啲 message， 應該好有信心嘅。係啦，冇錯啦，我哋即刻就請油麻地區嘅代表易偉文，咁佢咧就同大家唱出嘅參賽歌曲咧就係《中華民族》。海的草原，一眼看不完，喜马和奈亚山，纷纷想念到天边。孤山可先行，载着你进家园，风吹雨打春，送你无千里。草原，一眼看不完，喜马和奈亚山，纷纷想念到天边。孤山可先行，载着你进家园，风吹雨打春，送你无千里。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，建大旗高烟，只要欢歌唱，响的水這個有馬地的朋友不算麻麻地啊，直情不錯，沒有令那些啦啦隊即失望啦。冇錯啦，跟住出場嗰位灣仔區代表咧，亦都係實力有翻咁上下嘅喎。咁、我哋又冇準備啦啦隊同佢打氣，因為你知啦，灣仔區代表依度新醫館根本就係灣仔區嚟嘅。咁啊係。佢有主場之利啦嘛，話、